根據第十一期撇2020號法律，行政長官作出了批示，宣布澳門進入即時預防狀態，民航架構同時啟動，現在演習正式開始。水晶以2022演習的整個過程整體是順利的，特別是演習以抗疫常態化的情境下背景下進行，使各部門通過演習使各專項工作得以進一步的推進，達到了演習預期的目的。隨著氣候持續的變化，面對嚴重自然災害的這個風險是逐年是增加的。根據地球物理暨氣象局的氣象預測，今年本澳將會受到5至8個熱帶氣旋的影響，當中是不排除出現強颱風或者以上級別，各民房架構成員應該時刻是提高警惕，及早作出準備。今次的民防演習只是其中一項準備，各家構成員都有大量工作是需要跟進，希望大家繼續是跟進和完成應有的準備工作。